今天呢，我们正式发布极度 RoboWorks 数字宇宙体验计划，在北京三里屯正式开启全国第一个元宇宙汽车品牌体验中心，它将是连接真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体验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，大家可以零距离的体验前沿的 AI 技术，也可以打卡先锋的数字化艺术作品，还可以通过多种交互手段感知人机关系。